看整个油网，怎么那么脏？这你平常就是这样子作用的时候，它会把油哈去做一个乳化，然后我们家这样子，傻眼，哇，这好猛哦！那我们家冲水就好。哇，你看那个水有没有？哎呦，脏水全部都冲掉了，对，全部都冲掉了，真的不见了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冬鱼。今天家事达人要来我的纽约公寓突袭检查，我来啦！我是家事达人英国姐 Lucy。告诉你啊，魔鬼藏在细节里啊，你骨子里头是不是干净呢？哦，看起来真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，是不是？贵为好媳妇，表示平常时都有清洁。当然要，但是你一定都没有抬头看，对不对？你看上面有网，哎呦，这要拆下来，往里头看下去，都要拿下来。哇，你看整个油网。你平常就是这样子，这里还有一个油槽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看油耗味，这表示你也是油放很久了，你都是油，这片也没有洗过，对不对？这片我也真的不晓得。等一下，我的秘密武器。然后我们就是好喷上去，然后你把我就是喷在有油的地方，有油的地方作用的时候，它会把油哈去做一个乳化。然后我们家这样子，傻眼，哇，这好猛哦！然后我们家冲水就好，那不见了。长期喝茶喝咖啡，所以你知道，其实纵使你每天洗你底下那个茶垢。也会有，而且味道会串味，然后再加上你看这个杯盖，有很容易有一些垢、一些渍，是这种问题，我们就交给活氧粉了。是，它需要用温度比较高一点，我们大概这样约略到一茶匙，你只要会倒掉跟冲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我们一边在漏水，然后一边把这个倒掉，看到杯底了吧？霉菌那袍子会飞来飞去，然后你就吸到，然后就啊啾，那我就把它喷一喷就好了，这么简单哦。因为就是老师哪边黑哪边喷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只要会喷，然后等一下冲，它慢慢的就把那个霉菌全部都杀死。因为我有泡澡的习惯，那一条我其实很苦恼。哪一条？这一条。这个浴缸啊，周边的这个胶条啊，真的是很难切。那个我真的都有擦，我发誓。可是为什么还会这样子？我就喷了那个胶条给你看看。全部干净了，黑黑的都不见了，都不见了。你看，所以你只要会冲水就会干净哦。我看，我看，你看所有脏脏的都跑出来了。而且你刚刚有发现吗？你们派来的家事达人，他全身呢，他没有特别为了要清理穿的什么手套啊，或者是防护的，或者是工具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擦一瓶来，很轻松哎，喷一喷就可以。对，甚至于他还穿着袜子进到我的浴室帮我做处理，你就知道他怎么可以这么优雅。觉得现在过年了，妈妈一定要有他，因为打扫真的太痛苦了。来自英国的这个品牌。全部都是英国原料，英国研发，英国制造，英国原装进口来到台湾，而且呢获得欧盟的认证，也是英国贸易协会认可的产品。首先这一个，你不觉得那个油，我真的吃那个油很难刷，因为它那油，它那个油的那个垢，我们每次刷那个是黏的。你知道它就是用这一罐横扫油污的洗洁剂，它就在那个板子上，油污的板上喷喷喷喷喷，它就喷完之后呢，它就在跟我聊天，我就说啊，现在不用开始刷了吗？不用怎样？他就说等他，然后大概等个3分钟，他就开始拿我旁边呢，通常那个就是小刷具这样，开始轻轻的挥两下，然后开水冲掉。哇，你知道干干净，你会看到那个水是黑的，不打紧。你去摸你刚整个那个油污的那个五金，是你知道有一种。
咕咕滋滋，从咕咕变滋滋，就是很干净那种滋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像新的一样，像新的一样。厕所那个好厉害哦，厕所因为常常妈妈们我们那种浴室，因为再怎么干净，真的台湾潮湿嘛，尤其是 silicone， 对，像 silicone 上就是会有那个黑黑的，然后你怎么有的时候我每次刷刷刷刷刷刷到那个 silicone 都脱落了，我还你知道呢？厕所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其实是每天淋浴完我都会擦干净，不好，因为台湾太潮湿，真的不好。因为比如说胶条，还有那个水龙头，那个龙头的接缝，那个接缝，还有瓷砖的交界处，最讨厌，对，那都没办法擦干净。你知道我们烘干机也是有一个胶条，对，那个胶条圆圆，你翻翻过，你就算每一次用完洗衣机，每次用完每一次擦，你真的把它翻过来看，你会吓死，你会回家翻翻都是黑色，对，真的那个杯子的那个也很厉害耶。我跟你们讲，杯子呢。其实是最难清的，你知道呢？这一个很厉害的万用去垢粉，就像刚才他那样用，你就是倒在你的保温瓶、保温杯或茶垢有茶垢的杯子里面，然后你就倒下去之后，加热水，热水给它打开，放进去，你就放下去之后，你就会听到哔哔啵啵、哔哔啵啵、哔哔啵啵、哔哔，就是然后看到上面好多的泡泡，那种跳跳糖的声音，对对对，然后好多泡泡一直涌出来，一直涌出来，小小泡泡一直涌出来，一直涌出来，一直涌出来，涌出来，涌出来之后也是放在旁边等他，我们可以去追个剧，讲个电话，再回来，然后你就把所有你保温瓶、你的茶杯里面的水倒出来，你会发现我平常保温瓶都已经洗得非常干净，为什么倒出来的水是咖啡色的水呢？就是那个掉在里面的味道，陈年的，它帮你用不不不不不不不全部清干净。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残留啊？我跟你讲，有没有残留？当你用大量清水清洗干净之后，你闻那个味道，你就知道没有任何清洁剂的味道，就是跟新买的一样的味道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你知道这么强力、这么厉害的英国来的清洁剂，它强在哪里？它没有经过任何残忍的这个实验，然后兼顾环保，甚至于你看到这个瓶身。全部可以水解的材质，环保爱护地球，爱护地球，然后也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。哎，对了，阿说到底到底哪里买得到？对啊，我想买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呢，这个梅根就是我刚刚那个浴室用这一罐呢，是他们卖的最好的。我觉得你们呢一定要先去买这一罐。你去哪里买啊？哪里买？美式卖场都会看得到，网络上面搜寻一下。你去买，帮我买几组。真的，你们赶快去买，真的很棒。